嗨，月狐，这个送给你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个不是给你的。月狐，我想再跟你确认一下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就算正式在一起了呀？可以这么说吧。耶！月狐，我现在的感觉就像。 亚历山大，看看谁来了。嗨，今天啊，给你介绍个新朋友，他叫布丁，打个招呼认识一下。布丁，出来。布丁到了一个新的环境，可能有点紧张。 没关系，让他自己适应一下，有了安全感，一会儿就出来了。你要干嘛？换衣服呀。换衣服不是应该回自己卧室关上门换吗？ 脸怎么红了？想什么呢？我没红，你才红呢。我当然红了，我是当红作家。切，我收拾东西去。哎，等一下，一会儿再收拾吧。你先去洗个澡吧。谢谢啊。 怎么只有上衣啊？我的上衣在我身上就是上衣，但在你身上就是裙子。瞧不起谁呢？看看看看咱们这腿多长。好了，浴室就在那边。我呢，现在要回我的卧室，关上门来换衣服了。一会儿见。 自己出来啊！啊，这货是谁啊？毛怎么这么长呀？您好，我叫亚历山大，欢迎你来我家做客。哼，这并不是我的本意。别拘束，随意点。 吓死我了！你在这儿干嘛呢？看来我真的是低估了你。我就说我腿很长嘛。你笑什么？跟我过来。啊，干嘛？霍恩雅，我要提前跟你说清楚，我只是暂时住在你家，我会给你交房租的，而且我找到房子马上就会搬走。知道了。 还有吗？还有，房租多少钱啊？房租啊，
房租就按照你之前的给我吧。啊，那你不是亏啦？谁叫你是我的女朋友呢？你要真觉得我亏了，要不你就……哎，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。咱们俩虽然现在同在一个屋檐下，但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休想占我便宜。我真的很好奇，聂如珠，你的小脑袋瓜里怎么有这么多儿童不宜的想法？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这里是你的卧室，我呢，已经把你整理好了，快来看看吧。好了，早点休息吧，不要胡思乱想。晚安。晚安。聂柔珠，你脑子里想什么呢？布丁，这儿以后就是咱俩的新家了。你看看，你还住得习惯不？除了那个浮夸的人类和那个二了吧唧的长毛怪。不许没礼貌。我一向高冷，没礼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要不是霍云牙，咱俩恐怕就得露宿街头了。露宿街头，我拒绝。对嘛，所以还是得感谢他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怎么办呀？你说他虽然那么霸道，那么油腻，但是我还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傻大哥了。我的小肉猪，做个好梦。哎，你看，他给我发信息了，看。傻大个，快睡吧。你不跟我说晚安，我睡不着。不会真的睡了吧？晚安，好梦，我的傻大个。晚安，好梦，我的傻大个。啾啾啾！我就知道我的小肉猪舍不得我。猪才是霍家当年走失的女儿，而你不过是霍家的养子，说出来或是隐瞒，选择权在你手上。修完了吧，我要用洗手间了。
干嘛？啊！你干嘛？我还没洗漱呢。想什么呢？地上太凉了，要先把鞋穿好。我还不是害怕把你吵醒。快点洗漱吧，一会儿带你去个地方。哦。这么早就要带我去约会，穿哪件好呀？这个，这个。我好了。你怎么打扮成这样？不是你说要带我去一个好地方吗？我说的好地方是去跑步。啊，那你再等我一下。快点，柔柱，加油！柔柱，你的身体也太缺乏锻炼了吧？我又没有跑步的习惯。再说了，有这个时间，我还不如去兼职呢。你才刚刚开始跑，我们再跑一会儿吧。不跑了，真的跑不动了。而且我都没吃早饭，我都饿了，是不是啊，亚历山大？真不跑了？不跑了。那我们回去吃早饭好不好？狗给你。我们看谁先到家。慧雅，你站住！来来来，还我不就？来来，到了，等等。怎么样？满意我的专车服务吗？满意，快去吧。这么忙还来送我？那我晚上来接你下班，好吗？嗯，那晚上见。今天一起加油哦。嗯，一定。柔珠，拜拜。拜拜。早啊，老板。早。他怎么进来坐会儿了？他最近忙着创作上的事儿。嗯。房子找到了？解决好了。昨天谢谢你啊，老板。没关系。新房在哪边啊？我现在住在霍云牙家里。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我们两个，他在这屋，我在那屋，我知道了。要不要一起做蛋糕啊？嗯。嗯，这太难了，我不会。我教你。学会就能做给霍云牙了。好啊。柔珠真的是爸妈丢失的女儿吗？柔珠的确在孤儿院长大，我的确是爸妈的养子。她的消息来源很可能是准确的，那么她的动机是什么呢？如果我选择隐瞒，她会曝光柔珠的身世，我们就会成为乱伦关系，沦为笑柄。如果我选择主动曝光身世，将会亲手摘下霍氏独子的光环。
要是这个光环和失散多年的亲人团聚相比，又算得了什么？爸妈多年前在公园与小女儿走失，用尽办法也没找到，成了一生的伤痛。既然选择权在我，无论做出什么选择，我一定要保护我珍惜的人不会受伤。最后，我还需要推测，他这个发匿名邮件的人到底是谁？哎呀，弄坏了！哪有？我觉得第一次做成这样已经很棒了。真的？当然真的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去开一家蛋糕店，然后一天三顿我都去吃。这样，你先去忙别的，剩下的我来收拾，怎么样？好，那给你。擦一擦。谢谢。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帮柔珠查清身世，这对柔珠和爸妈都是件好事。究竟是谁？哎呦，还买东西啊？对啊，这不这么久没回来了吗？买点补品给你补补身体。来来来，快！最近身体怎么样？我们都挺好的。孩子，你最近工作挺忙的吧？还行。哎，柔珠呢？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啊？上回不是说好了吗？把他带回家认认门的嘛。妈，他平时又要工作又要兼职的，忙得很，哪有时间？女孩子家家的，不要那么辛苦嘛，知道吗？妈，我是知道，但是人家有人家的生活呀，您就别操这心了。就是。儿子，嗯，你不要怪妈啰嗦啊，今天你好好的跟妈说，你们俩什么时候结婚？妈，你怎么又说这个？哎，妈，你长白头发了，别动啊，我帮你拔了。这孩子，跟你正儿八经谈事情的时候，你打岔是吧？哎呀，妈，我没有。对了，妈，嗯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和柔珠是在一个福利院长大的。啊，你去过你的福利院了？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上次柔珠带我去的，我觉得那里很熟悉，突然看到聂奶奶，我就全部都想起来了。这么些年了，你们也没带我去过，要不是柔珠，我都把这里忘了。云雅，这么些年没带你去福利院，是怕你想起自己的身世，心里难受。你别怪你妈啊。爸，妈。能和你们成为一家人，我觉得我自己非常幸运。对了，儿子，嗯，上一次柔珠的事情，你也不提早跟我说一声。妈妈直截了当的就去问人家家庭情况，多尴尬呀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我看到柔珠这孩子啊，我会特别心疼她。要不然。你早点把人家娶回家，我们呀就成为一家人，多好的事情啊。嗯，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的。当当当当，专门为你准备的
这，看你忙活了一上午，一口饭没吃，身为老板送一些员工福利，很正常。快尝尝。那我尝尝。嗯。好吃，你喜欢就好。你这个老板可比对面那个大老王强太多了，我能在这儿兼职简直是幸运。喂，对面的大老王，你的员工……哎，对了，他最近在忙什么呢？开始构思新一部小说了吗？他的那本《白色谎言》要改编成剧了，最近正在一心忙这个事儿。那还挺让人期待的，那个小说我看了，里面的女主非常非常的可爱，也不知道会找谁来演呢。我也特别期待。期待她跟你像不像啊？哎，老板，你怎么知道那个女主的原型是你？那天在云文盛典上，她说你是她的灵感缪斯，我就猜到女主的原型是根据你写的，而且她把你写的非常可爱。你就别夸他了，要不然他更该臭屁了。那就别告诉他呗，反正夸他的人那么多，多我一个也不多。但是你不一样啊，你们都是特别优秀的作家。如果说按照做咖啡的记忆的话，我肯定是首屈一指，不过要是论写作能力的话，我还是稍逊一筹。当当当当，饭后甜品，没有任何一个女孩子可以拒绝甜的食物，更何况它还是你亲手做的。你把它弄好了？我刚才紧急给它抢救了一下，应该不影响口味，试一试。哎呀，叶柔珠啊！哎，你来了，大老王。方老板啊，王老板，给我打包俩套餐。两份。小严他不吃。行，我给你去准备。你先坐着，我去弄。好好吃饭。啊。吃吧，一会儿。谢谢。赶紧吃。好。坐。我的妈呀，柔珠啊，我跟你说呀，哎呀，可愁死我了。哎，这你们店新出的甜品呢？优惠券能用不？说啥呢？我做的，免费，尝尝啊！嗯，我尝尝了啊。嗯、来。嗯嗯嗯，有那味儿了。挺能啊，这小丫头。你也吃，我吃了啊。已为您办理亲子鉴定加急，我们将于24小时后将结果发送至您的邮箱。喂，哥，今天还来公司吗？和资方约个下午茶。今天我就不来了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。什么事那么重要啊？以后会跟你说的。我们回来啦！回来了！哎哎哎，小严，你不是说你不吃饭吗？啊，一个人在这吃独食。好心饭，谁给你的饭盒啊？你爸你妈刚才来了，你跟他俩关系缓和了。哎，缓和好事儿啊，跟我们小伙伴分享一下这温情时刻呀。王一云怎么这么蔫儿啊？哎，王一云，我想静静。怎么了？不都是快要当爸爸的人了吗？月湖没怀孕，他俩分手了。什么？一惊一乍的，帮我劝劝他，劝劝劝劝。
哎，你跟月湖姐……我不想说，你别问了。不肯说。继续问，继续问。你怎么这么消极，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你喜欢他，把他追回来呗。爸支持你。爸，我没事儿。大家都在啊，柔初。哎呀，柔初，我错了。错哪儿了？我昨天是真的有事儿，所以没听清楚你说话。我不知道你当时出了那么大事儿。道个歉就完了？当然不是了。你看，我给你和你的同事们买了蛋糕，人人有份。来。谢谢一宁啊，客气。嗯，吃吗？柔珠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哼，我像你那么幼稚，我才没生气。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那你快吃蛋糕，这家蛋糕可好吃了。蛋糕我就不吃了，我在这儿兼职，我还不知道它好吃。你以后要是去的话，提我名字，好使。真的？能打折？闺蜜就是厉害。哎，不过说到这儿，你这回可得好好感谢我，我可帮了你个大忙。你不是已经住进男神的大 house？ 啥？你跟大老师同居了？没有，就是暂时住在他们家，付房租的。嗯，你现在有精神了？这才多大点事儿，能挡着我追八卦吗？我错了。我想明白了，谢谢你们，你们的心灵鸡汤都不错。儿子，那你该干啥就干啥去吧，爸准假了。谢谢爸。那我走了，走吧。哎，带一个吧。他怎么了？没你的事儿，站好了。小姑娘家家的，以后大晚上少出去瞎溜达，知道了吧？嗯。上次的事情还记得吗？好了，伤疤忘了疼。我知道了，你要是不生气了，我就先走了。那你晚上注意安全。拜拜拜拜，叔叔拜拜。拜拜一妞。拜拜。我是来给柔珠道歉的，但蛋糕是专门买给你的。很甜，谢谢。哦，我今天也给你带饭了，还是放在你的事务所门口的角落了。很好吃，谢谢。饭盒会洗好放回。奶奶，哎，小霍，哎呀，你来了，我来看看你。哎呀，你看你还这么客气，应该的。哎，坐坐坐坐坐，奶奶您坐。哎，快坐。柔珠怎么没来？柔珠她忙着工作，我自己来看看你。嗯，你看这个孩子，我老跟她说不要这么辛苦，身体最重要，可她还是一心想着我们福利院，幸亏现在有你在她身边。奶奶，您就放心吧。有我在呢。哎，奶奶，柔珠跟福利院感情这么深，她应该很小就来了吧？她四岁的时候就来了，那就这么高。那她是哪一年来的呢？她是千禧年来的。我记得她来的那一天刚下过一场雨，这地上的水都还没干呢，社会救助人就把她送来了。那么多年了，你们没有找过他父母吗？找过了，
社会救助人员送他来钱就找过了，没找到。我们这儿也没什么头绪。小霍，嗯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事儿啊？我就是想多了解了解他。柔珠能够遇见你，也是他的幸运，也是我的幸运。奶奶，那你还记得我吗？谢谢，下次小心点。这个是……小的时候比较顽皮，不小心弄的。你要装蛋糕，我帮你。你坚持要自己做这个蛋糕，就是为了晚上带回去给霍云牙吗？嗯。哎，你来了，我还没弄好呢，你等一下。哦，想什么呢？我尝尝小肉猪的手艺。嗯，怎么样？很甜。你是不是想着我做的？我也尝尝。奶奶，那你还记得我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当然记得你了。您上次说我不是看起来很眼熟吗？奶奶，我是晨晨。晨晨就是那个最喜欢吃奶奶做的粘豆包的晨晨。对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一点。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我过得挺好的，我的家人都很爱我。哦，你就放心吧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们每个孩子走的时候，我是既为你们高兴又舍不得，想知道你们过得好不好，又怕打扰你们的生活。是我不好，我应该主动回来看奶奶的。以后我会经常回来陪伴你的。嗯，好，好，好孩子。奶奶清楚地记得，你走的那一天下了一场秋雨。一开始啊，你没在院子里玩，你爸妈没看见你。后来也是缘分，他们一看见你就非要领走你。我就知道你到了他们家错不了。那我爸妈有见到柔珠吗？哎呀，那个时候柔珠啊，一天到晚只知道玩，跟个傻小子似的，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哦，对了，今天世纪大破案了，月狐姐根本就没怀孕，王一云误会了。这都能误会，我怎么放心把我姐交给他？哎，你操心人家干什么？那是你姐跟他的事。那我操心一下我们的事儿吧。我们什么事儿？先把这个吃完，我带你出去一趟。这么晚了，去哪儿啊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哦。你干嘛今天晚上带我来这儿啊？这里多好啊，又安静。又没人，多浪漫！我最近都没空陪你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不会啊，我很好啊。都是我不好，
你怎么啦？太想念你了，想念的滋味太难受了。大冷天的，说这么肉麻的话干嘛？好吧，那我不说了。柔珠，有求必应那些人怎么样？他们还是老样子呗。王爷又陷入单相思了，大老王每天都小心翼翼地给他支招，看怎么能追回月狐姐。席玉言嘛，天天奇奇怪怪的，我总觉得他不对劲。还有，你大晚上来，不会就是为了听我说这些吧？柔珠，我好害怕失去你。往后站，站好了。干嘛突然说这个？我只是很怕，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霍云雅，你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吧？逗你的。怎么了？你不是创作陷入瓶颈了吧？不是。我是因为太在乎你了，柔珠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不会分开。这个嘛，看你表现喽。好啦，答应你。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嗯。你有想过去找寻你的父母吗？人海茫茫的，去哪儿里找啊？没想过。那如果找到了呢？假如找到了，那我肯定好好质问他们一下，当初为什么丢下我。哼。你就这么恨他们？开玩笑，没有啦。我是觉得应该没有哪对父母会故意丢下自己的孩子吧，而且你看。我已经长大了。哎，那边有孔明灯，赶紧许愿。不管那个人是什么目的，守住，我都会尽我全力保护好你。吃饭了，来了，快点洗漱哦。知道了。柔珠，嗯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严肃。我找到你的父母了。还找到我的父母了？亏你想得出来，都那么多年了，上哪儿去找啊？其实，你是我爸妈的女儿。你要这样就想跟我求婚的话，我可不答应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真的。啊？我知道这个消息你一时半会儿无法接受，
不可能。哪来的亲子鉴定啊？我拿了我妈和你的头发去做了这个亲子鉴定。柔珠，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会永远支持。在家陪你吧。不用了，我想自己静静。可是你一个人在家。先走吧。帮我去事务所，还有咖啡店请个假。那好吧，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柔珠姐是叔叔阿姨的亲生女儿，所以柔珠是你爸妈的闺女。这么说，柔珠姐是富家千金小姐，而我成了她的姐夫。只有结婚了才是姐夫，就你懂得多。怎么说你们俩是亲兄妹？哦，不对不对，你刚才说你不是你爸妈的亲生孩子，那我……哎呦我的妈，乱了乱了，我再捋一捋。柔珠姐还好吗？对啊，你不是应该在家陪他吗？对呀，你应该回家，来这儿干啥呀？我这次来是想请大家帮忙查清楚一件事的。聂柔珠才是霍家当年走失的女儿，而你不过是霍家的养子。说出来或是隐瞒，选择权在你手上。那这是好事儿啊。对呀，我们应该感谢那个不留姓名的好心人，他帮助柔珠姐找到了亲生父母啊。可是你的身世他是怎么知道的？邮件的口气哈，确实不大友好。勒索啊？不可能吧。不会那么简单的。那他到底是谁呀？邮箱 IP 动了手脚，查不到地址。那会不会是被大神的毒蛇伤害过的人？就像那个海天下。那可多去了，这么多年数不胜数啊。但那帮人他也不可能知道哥的身世啊。以我多年经验啊，这个人一定潜伏在霍老师身边，离他越近的人就越有可疑。你给我坐下！我不是说咱们，霍老师啊，你想想你身边有没有人和你有仇？我的身边除了柔珠和你们，没有别的人了。那你的家人呢？他们有没有啥仇人呢？比如说商业竞争对手？这么多年了，霍氏一直是我姐在管理的。要问的话，只能问我姐了。但柔珠的事儿，我还没想好怎么跟我姐开口。要不？还是把霍小姐请来吧，当面跟她说清楚，她也能帮咱们分析分析。那我去吧，我去问问看。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我也是为了帮大神跟柔珠姐，我可没有私心啊。我们什么都没说。
臭小子，有私心也不是不可以。对，那个还有个人，就是上次给咱们送蛋糕那个，就揉住她闺蜜，就那个还是霍老师粉丝，叫什么来着？叫那个一宁。对，一宁。现在就只能派小严去她工作那个宠物医院把她叫来。那地址呢？我有，我发给她了。好，这个。已经走了，这么积极。小严一向是活好、靠谱、话又少，这样的员工哪里找？真是老板我的小棉袄。哎，哥，你干嘛去？去咖啡店给柔柔请个假。先生您好，我们这里没有证件，不能进入。我是霍老板的朋友，我之前来过这儿，他带我来的。那你跟霍总打个电话，让他跟我们说一声。你好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今天怎么主动来找我了？你不忙吗？啊，不忙。那坐呀，我们坐下聊。嗯。我上次给你买的蛋糕，甜吗？嗯。所以，你今天是来跟我表白的？啊？啊，我来是想问。我愿意。啊？月湖，我发誓，我王逸云这一辈子只爱霍月湖一个女人，每天的 KPI 就是爱你，一天比一天爱你。如果有一天没有做到，你随时可以辞退我。你说完没有？说完了。说完可以走了。哦，对了，又怎么了？我有件正事忘了跟你说了，你真的要跟我回去一趟，见一下大神。我弟。柔珠是我的亲妹妹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爸妈？什么时候安排他们见面？姐，我没说，你可千万别告诉爸妈。柔珠现在根本没有办法面对，而且，我也想尊重柔珠的想法。但是你不打算告诉爸妈吗？姐，当年那件事在爸妈心中可是最深的伤口。现在贸然的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俩，我觉得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奇怪，你说有人给你发了一封匿名邮件，他在揭露柔珠身世的同时，还知道你的事儿。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他到底想干嘛？所以姐，我想问你，
咱家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？爸妈的性格你是知道的，不会和什么人交恶。那公司呢？商业竞争对手在所难免，但是也不可能知道咱们家这么私密的事情。你的身世，爸妈从小保护得很好，连赵风环都不知道。所以这个人到底是谁呀？总之这件事情，我们一家人一起面对。柔珠那边，先照顾好他。我会的。如珠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翘班了。翘班了？来来来，过来，来来来，坐下，跟奶奶说说怎么回事。没怎么，过来看看你。昨天小霍来，今天你来，怎么了你们？他昨天来了。是啊，我就说你们有戏。他原来也在福利院待过，你可能不记得了，就是小时候看上去乖乖的那个孩子。你们俩真是青梅竹马。他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就聊了一些你们小时候的事儿。怪不得第一次看见他我就觉得挺熟悉的。哎呀，奶奶呀，最放心不下你。要是有一天奶奶不在了，我们柔珠就剩一个人了。好在现在有了小霍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好好带你的。要是奶奶去了，心里也没什么牵挂了。这怎么还哭上了？奶奶，我不许你这么说。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奶奶不这么说。奶奶不走，奶奶长命百岁，奶奶还要看着我们柔珠结婚生子，幸福的过日子。这还差不多。奶奶，你要知道，无论到什么时候发生任何事情，你都是我最亲的家人。你也是奶奶最亲的亲人。奶奶会一直陪着你的啊。柔珠姐，你回来了。柔珠姐，你怎么哭了？快和我们一块玩吧，我们一块玩就开心了。那我去了，奶奶，我一会儿再过来帮您洗啊。走，柔珠姐，走。我那边，这边去，加油。席雨言回来没有？不是让他去问一下柔珠的闺蜜，看看能不能查到发邮件的人。他可能路上开小差了吧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？奶奶。哎，小严，快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新发现，快说说。啊，什么发现也没有。月湖，你放心，这件事儿就交给我。我们吧。那就谢谢大家了。我先走了。我让考林送你。哎。我想到一个人，只是不太确定。
谁？还不在啊？你刚才不还给柔珠请假了吗？我来给柔珠请个假。柔珠怎么了？她没事儿，就是身体有些不舒服，就不劳烦方先生挂心了。柔珠是我的员工，我也把她当做我的朋友，关心她是分内的事。希望她早日康复，我的店里没了她还真有些人手不足。你去哪儿？霍老师。哎呦，不会真是方舟吧？小说竞争对手，具备动机。可他们之前不认识啊。这点我也没想通。如果真是他的话，他一直在我们身边，这也太可怕了。可我看他挺面善的。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小严说的对呀，现在霍老师已经走了，咱们千万不能放松警惕，要查也要查一个水落石出。如珠，来这里帮忙的，帮忙。我每个月都会来这里当义工，跟他们很熟的。对了，听聂奶奶说你在这里长大。是啊，我之前怎么没见过你啊？可能是因为不凑巧吧。哦，对了，霍云丫说你今天不能来上班，是哪里不舒服吗？没什么啦。我就是心情不太好，过来散散心。抱歉啊，老板，没能去上班。没关系，其实你如果心情不好的话，可以告诉我，我会想办法帮你解决的。没事了，已经好很多了。要一起吗？好啊。那你当鸡妈妈，我当老鹰。好好好。一起啊，来来来，准备好啊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来了啊，哎，站住站住，哎，别跑，哎，站住了。
0 9 3 7 3 8 3 9 4 0 4 2 4 3 4 4 4 5 4 6 4 7 4 8 4 9 50 51 52 53 54 刘柱，55。来，小黑。小黑，来，你跟子涵玩。我们是刚好碰见的，那我先走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从小在这里长大，把这里当成家。人在不开心的时候都想回家找依靠。我没有不开心，我只是没想清楚。我明白。你不明白。天空中浮着金灰色的蓝。离开家的时候我太小了，其实根本不记得他们什么样子。后来我到了这儿，遇到了聂楠楠，还有朝夕相处的小朋友们，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家人。我努力生活，努力让自己过得充实，我对外我能搞定一切，我就是要当那个最勇敢最坚强的女生。我一直告诉我自己，别怕，即使没有爸爸妈妈，你也可以靠自己过得很幸福。我不懂，可是这个时候你突然出现告诉我说，我的爸爸妈妈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，甚至我前不久才刚刚见过他们。真的，我不懂了。算了，我不想说了。柔珠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你在任何时候都有我，过去有我，现在有我，未来也有我。或许就是命运给我们开了一个这样的玩笑，才把我俩紧紧地绑在一块儿。柔珠，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不会再让你因为身世的事情伤害柔珠了。Thank you.
我一清北毕业的法律精英，未来业界的闪耀新星，怎奈命运对我如此无情，在垃圾桶里找寻证明。老爸老爸，你有没有听清？是否要等待下一场黎明？你别吵了，你抱怨什么呀？你又没人小严的电脑才能，老爸陪你翻垃圾你还不乐意啊？如果你想要片刻安宁，我，那你搭把手行不行？行。老爸这帅气的身影，高尚的心灵，单凭你我父子深情，我就知道我俩指定能行。走。足底按摩。哎，这方舟挺会享受啊。爸，找点有用的啊。这咋没用呢？拔罐刮痧三次才88，我这老腰有救了。这个有用，爸得留着。哎，这个得。美容美发年卡1.5折，这方舟那发型可不咋时髦啊！这要是我用的话，整个拉直、离子烫啥的。哎，儿子，给我点建议。你说我这一边，我是爸。爸错了，别生气了。年纪轻轻的，气性这么大呢？继续。继续继续。爸，监控管用吗？你懂啥？做就比不做强。如果真是方舟干的，那他肯定有啥不寻常的举动，说不定能发现啥啊，是吧？但是我觉得他……他出来了。他怎么停了？我快要走，快要走，快要走！这么咬着你吗？这玩意儿不是声控的。转回去看看。嗯？人怎么没了？方老板，门口装监控了，防贼。啊，那方老板今天来是？我电脑出了点问题，开不了机，估计中病毒了。而且我只有这一台电脑。听王老板说，你们店里有一个电脑大师，可以帮我修一下吗？终于轮到我们小严派上用场了啊！他，那交给你们了。哎，没有问题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小严在这方面技术超一流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明天我来拿可以吗？咱明儿见，啊，明天见。刚才没发现啥吧？不能够，就咱这演技。重点不在演技，那重点是啥？重点在自投罗网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没有。霍先生，柔珠呢？我来给柔珠请假。她先请。看来方先生很清楚啊。霍先生，我昨天说了，就是老板对员工的一种普通关心，不用太谨慎。对了，
这是我们店推出的新品，尝一尝。霍先生还没有喝，就说很不错。看来对我们的咖啡手艺很有信心。我是说这里的地理位置不错，交通便利，人流量大，而且柔珠来这儿上班挺方便的。我来接柔珠也很方便。只可惜霍先生每次在这里停留的时间都太短，不然我一定好好跟霍先生切磋一下文学。霍先生的每一本书我都看过，最近的《白色谎言》让我很意外。你是说我赢了你让你很意外吗？我是说，突然增加了女主角，让我很意外。一直以来，霍先生文笔以冷峻自称，这一次马里奥突然多了搭档，难道不是一件让人很意外的事吗？看来方先生对我的作品很了解，是我疏忽了。有机会想跟方先生一起聊聊文学。我还以为这一直以来都是我的一厢情愿呢。有些事情你不说，怎么知道是一厢情愿？但有些事情你说了，便适得其反。霍先生这段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有点听不太懂。有些苦了，我觉得恰如其分。